照，點解差得俾人拎咧？好啦，你好，我每天用广告做爱好，其实我得做别爱好呢，我本事啊，哎呀，你去看哦，底下上这一种的哈。好，甲大家报告。我是拍电影的人，电影拍了吼，票房开好开歹，真是咱会当决定的。昨咱嘛办一场演唱会，将我对台湾的历史以及着台湾的文化分享给大家。目的就是不论输赢，我拢希望传承着我的即个参政的经验，以及着台湾的故事，让每一个人对民主有无同境界的了解。是哪呢？这一路行来，我就感觉值得啦。所以我甲大家讲一声多谢，笑的迄种不是好的迄种哦。Thank you。有人讲吼，你用罢免，用罢免减做两年三个月，我甲大家报告，我唔是输呢，我无代无志吼。加一年九个月做立法委员的经验呢？这一年九个月的经验，除了让我家己成长以外，你会当看到舞台顶端，咱台湾基进，而即道面对罢免案，咱嘛成长真多。过去我对台湾基进有一挂不同款的想法，比如讲咱做代志爱更加认真，咱可能爱甲媒体关系较好，或者是爱有组织的能力。但是因为动员机器伤细，撑袂起来。但是即马，我会当甲大家保证，台湾基进大汉咯。这个汤骨汤，不是我啉，也不是恁啉，不只是咱这人啉，是台湾基进做伙讲大汉咯。以前咱真正无输呢，你来看。咱这道题不同意罢免票，拢总有七万几票，也是差不多离门槛边啊。诶，你敢知影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咱开一年到各位的时间。去年，咱摕到十一万两千票，事实上，一方面是因为对手阵营总统候选人坦白讲就是互人怀疑较侪啦。另外一方面，当然因为大选。有足侪开通，或者是平常时也无关心政治的人出来投票。但是这几年到各位，我们扎扎实实的拿下了73,433票，在地乡亲的认同，家己把家己拍一下鼓声。所以这个表示。少年人参政有缘有期待，只是讲二十个月的努力，还阁无法度说服多数的人。这嘛代表咱台中第二选区的民众认为，还阁有其他的选择，而且是因认为我做了无够好。这毋是大家做唔对呢，这是我单票为做了唔对，做了无够好。但是今仔日以后，咱每一个人。爱把这种真艰苦、唔甘愿的心情放伫心内，化作民主的经济去影响其他的人。这道的书我完全无怨叹，但是我希望伫这种选举的过程当中，咱用傲骨骨骨的数量会当愈来愈少，我无法度控制对手，但咱会当互家己更加有眼光，更加有知识。遇到不实的信息的时阵，咱有判断的能力，未来也阁有公道，也阁有管事首长，也阁有其他的选举，也阁有足侪工课，需要各位台湾的主人、台湾的公民来继续努力。反正两礼拜，我过去的一挂代志拢从乌乌出来，当然有一定程度来影响到最后的投票，但是。这无代表有协助的人就袂当参政，所以要拜托大家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恁每一个人拢是台湾民主宣传的一个义工，好唔好？好。恁拢爱想办法去影响你身边的人，好唔好？好。
真注意呢。我阁有七天的，我阁有七天的立堂者，这七天我会甲刷来工过，一项一项甲做好。然后我有对大家有足侪亏欠，有足侪感谢。伫去年选后，袂负担同大家谢票。刷来日子，我爱一个一个甲你感谢，感谢恁，予咱有做立法委员的机会。感谢您，予咱有为乡亲服务的机会。感谢您，予咱有伫舞台顶讲民主、讲阮是骄傲的台湾人的机会。这个机会，你还阁会当留伫手中，放伫选票。伫未来，伫投票行为内底，予台湾愈来愈坚强，予民主愈来愈进步，予咱的民意代表。爱听咱的意见，你倒不同意票，七万几票，我知影咱的双，我知影咱的双区有足侪，都市较无多了解的这种台湾较的文化，我甲大家报告，如果恁若去用欺负，嘛是会当找我服务哦。太笑了啦！记者。咱去年证明咱捌赢过，至少伫这种罢免案的动员，咱输无济。至少这条黑暗的道路，予咱拍出一个光明。未来继续支持台湾，支持台湾的政党，支持台湾的候选人，为台湾继续拍拼。感谢 ，Thank you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您看到的就是陈柏惟在罢免案通过之后上台发表的谈话。他强调自己没有输，反而是当了一年九个月的立委，而且他还哽咽地感谢大家让他当立委为地方服务，希望未来选举奥布越来越少，大家继续努力。